线上的主内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主里平安！我感谢上帝的恩典，能够再一次的与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聆听他的话语。2020年已经过去了，但新冠肺炎还在蔓延，进入2021年，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在第三波疫情的攻击之下，面对许多的问题，被关闭、停顿，让我们过着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虽然科学家有研制疫苗，但是疫苗也不是100%，只能够解决我们一些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说，只有我们的天父上帝能够使疫情停止，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几时，只有上帝知道。我们期望今年上帝能使疫情停止，让我们再一次的活在他的喜乐里面。2021年我们怎样去看呢？我相信我们又看了最重要的一位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好牧者，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为我们舍命，就在2000年前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之前之后现在全部都洗净了，好让我们在耶稣里面有上帝的义。他也为我们定罪了，为我们受咒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有生命。他也把全世界所有的疾病在他身上，好让我们今天有健康的身体，即使我们有病痛，我们都能够因着他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了贫穷，好让我们能够有富足。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牧者在原文这个就是瓦，他的希伯来的字母是 rush、ayin 跟 he， 就是说 rush 是什么呢？是头，代表头 ；ayin 是眼睛 ；he 是什么？是恩典。所以我们的眼睛又看什么？又注目在恩典上。我们也知道说，真理和恩典是从耶稣来，恩典也是主耶稣基督。所以2021年我们又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他是一个好牧人，他会保护我们，他会供应我们，他会使我们得医治，他会让我们心中有平安，因为我们不在他的定罪之下。这一切他都是为了我们，
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知缺乏。我们不会缺乏什么呢？第一，在这个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渴望着供应，因为刚才说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贫穷，好让我们有富足。我们的天父上帝是造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和丰盛充足的供应给我们每一个人，他让我们不知缺乏什么呢？不知缺乏保护，保护。所以主耶稣是真实的，他会使我们刚强，他会让我们脱离恶者，所以是他让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疾病、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所面对的问题，就好像新冠肺炎，因为他的爱、他的真实、他的帮助、眷顾之下，我相信他会让我们脱离新冠肺炎。他是我们的医治，因为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尽了鞭伤刑罚，好让我们相信他的话语，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必得医治。他是我们平安，其实平安也包括了一切救赎、供应、丰盛、平安、完全。所以在平安方面，他因为我们不在他的定罪之下，天父上帝与我们和好了，所以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平安、他的喜乐在我们心中。我们不会缺乏什么呢？你所有缺乏的东西都是这位牧者能够供应着我们。他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当我们躺卧的姿态就是说我们非常安静安息在他这个青草上。青草也是代表供应，是他使我使这个羊有这些的供应，草原草让他能够饱足，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都是他，所一切都是他，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就是说他这一切都会让我们非常的舒服，都会让我们，水也代表他的话语，只要我们喝了他的活水，我们就不会干渴的。所以我们这一切让我们能够休息在他的跟前，领受他一切的供应，他的帮助。今年我们又看的就是这个画面，我们又看这些画面，就是他的供应、他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安稳安逸过着我们的生活。这次是我们这个好牧人为我们所做的。今年我们又看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又看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担当了什么，我们又看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又看这个画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或者你现在有病痛，如果你看到这个画面，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身体所有的鞭伤也有你的疾病的时候，你的疾病就会得到医治，都会得到，因为他我们的疾病已经在他身上了，我们不必受苦受疾病的困扰。他会让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
第二节的情景就是像现在这样，所以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所以这一切的供应都有水、营养，都有这些的供应的时候，这棵树是健壮的，能结出果子来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当我们靠近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在他的同在里面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供应，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都进度顺利，因为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所做的一切都进度顺利。所以当我们看到恩典的时候，上帝就会看到我们的信心，就好像那个十二年血漏病的妇女，她心中讲，只要我摸她的衣角，我就会得到医治。因为这位血漏病的妇女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能力，也看到了他的恩典，他愿意帮助每一个人来到他跟前的时候，他知道说，还到他耶稣那里的人，都愿意被医治的人，都会得到医治。所以他就是从人群中，他本来是不可以在人群中的，他因为在律法之下，那时候还在律法之下，他是不可以接近人的。如果一靠近人，被靠近的时候，动到的时候，他是不洁净的。因为他看到耶稣的恩典能够医治他的时候，他就是从人群中挤上去摸他的衣角。所以耶稣说，你的信心让你的医治了。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他会看到我们的信心，就好像我们得救本乎他的恩典，是借着信的，这个信其实是他看到了我们，只要我们看到恩典的时候，他都会看到我们的信心，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恩典。就是每时每刻我们都要知道说，恩典就在耶稣身上，他会流露在每一个人愿意领受的人，他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一无所取。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当你在青草地上，在溪水旁的时候，你的灵魂一定被修复的，被会清醒的，会舒服的，因为是他使我们灵魂苏醒，是他修复我们。如果我们面对痛苦，面对疲劳，我们就是要安静他的跟前，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都会变成恢复我们的体力精神，我们都会被他所造建立起来的。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的名是至高的，是至贵的，他的名也是慈爱与恩惠。所以在以色列那时候，这些牧羊人都是带着羊群在山坡上或者山上吃草，他们不会自制的晚上带领他们跑，不然他会疲乏，他们甚至因为没有水会干渴死掉。所以牧羊人都是让他从低处
围绕着那座山，慢慢慢慢的往上爬。所以这个画像就好像一个冠冕，艺人的冠冕。当他带领我们的时候，今天我们知道说，这个公义的道路是他给我们的，他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公义的道路，这一切都是他在引导指引我们。所以我们成为了他儿女之后，我们有他永远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他带领引导我们。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我们要依靠他，祷告他，相信他，接受他的恩典，接受他的恩宠，接受他一切的眷顾帮助，他就会让我们再一次的站起来，并且让我们更强壮起来。属灵生命也这样，只要我们跟他挨近的时候，是耶稣所喜欢的，在他的话语里面，他会慢慢教导我们的。今天他是圣灵会带领我们，话语也是会带领我们，让我们更明白他的心意。只要我们更认识这位牧者，这位好牧者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恩典与平安都会加在我们的，所以我们会过得很轻松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所以每一次我们遇到困难，他都会让我们醒过的，我们都会醒过的。你面对一些疾病的时候，你也会醒过的，因为他就是你的医治，他会带领你醒过的。所以你不会永远留在低谷，这个低谷是二者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停留，我们不要看着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忧伤，我们要看他的恩典，看耶稣基督，靠近他，依靠他，因为他与你同在，所以能够让你醒过的都是他的同在，他的带领，他的恩典，他的恩宠，他的帮助。只要你愿意接受他的帮助，接受他的恩典，接受他的引领，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着我。在那时候，牧羊人是拿着两只杖跟竿，杖就是有高高的，有高在上头，是比较长的，竿是好像棒球的 baseball stick， 就是好像棒球的棍，棒球的棍它是比较短的，头会比较肥胖变成瘦的，比较短的。杖跟竿都是来攻打狼啊跟熊来的时候都是打敌人的，尤其是竿是来打敌人的，如果狼靠近的时候，有时候牧羊人会丢这个竿丢向那只狼的时候，那只狼会跑掉，就是来防卫的武器。杖是代表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权柄，因为摩西的杖，上帝说你举向红海，红海就开了。当以色列人站在暗中，摩西还没有指向红海的时候，还没有开之前，后面是谁追来？埃及的马兵什么？所以以色列人就怕了，犹太人就怕了，就没用。但是呢，耶和华的使者那时候也是主耶稣，是站在后面的，那个云柱是在前面的，这代表什么？他为我们挡住一切的恶者的势力，他是我们的盾牌，他是你的保护。
他永远是你的保护。在我弟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摆设宴席是原文就是一个座，也是一个座主，所以也可以说是圣餐，饼跟酒。所以饼跟酒的出现的时候，都会让你得胜敌人的，战胜敌人，因为战争不属于你，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所以饼是怎样做成的？是从麦穗用棍子打碎了，堪比丢掉了，剩下的还用磨。这是代表什么？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经过的痛苦、刑罚。葡萄酒呢？葡萄酒代表耶稣的宝血。葡萄酒是怎样做成的？拿了一堆的放在盘子里面，大的盘子里，用什么酒来采？锤的，锤了之后还有挤，挤干了之后放在黑暗里，让它消耗。所以耶稣也经过黑暗，他每站在阴间三天，每站在阴间三天。所以为什么？因为有血就有救赎，就有耶稣。因为就是他的死让我们能够得生命得胜利。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橄榄油是怎样？也是耶稣的生命经过炸裂了做成这个膏油的，这是代表耶稣的生命在十字架的路上为我们受尽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刑罚的时候所炸出来的这个橄榄油膏油。膏油也代表上帝的权柄，膏油可以涂抹在病人身上，因为义人的祷告是有效的，他使我父杯满意。这个是直接说大卫被撒母耳膏抹的时候是在十七八岁的那年。上帝为什么拣选他？因为他也是牧羊人，他懂得怎样眷顾带领引领他的羊，同样的他也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所以上帝拣选了他。后来经过了十多年的考验，虽然他有机会能够杀死所罗王，让他能够上位，比较快上位，他不要，因为他说上帝所恩高的王，我连扫都不可以碰，就是上帝尊重上帝所恩高的王。又等到他在战场上被杀死之后，大卫才上位的，大卫才上位的。所以就代表大卫是有一颗敬畏的心，他懂得怎样依靠上帝，依靠他的带领。所以每一次出去征战的时候，他都会问说，我可以不可以去？他知道说这个征战是不属于我们的，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所以上帝就高到他的头，他就福杯满溢。大卫就是在以色列王里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王，虽然他不完美，但是他懂得上帝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照样也需要上帝的恩膏，在他的同在里面，让我们能够为他做一些不平凡的事情。像你为人祷告的时候，他会得到医治。就好像我们在讲道的时候，牧师讲道者都有需要他的膏抹，圣灵的膏抹，让我们能够讲出他的话语。所以他的恩膏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渴慕他，还有圣灵所有的
能力，他的恩赐都在这里里面，他的高帽是很重要的，让我们能够慢慢有这些恩高的能力、智慧啊、知识啊、医治啊、方言啊、讲解方言啊、先知啊、先知性嘛、启示啊、启示的都要有这些启示的力，所以这一切在我们成为他的牧者的时候，我们跟随他的牧者的时候，我们都要需要这些的恩膏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更荣耀他的名，因为人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荣耀的时候，都会赞美他，或者能够相信他。如果我们一生认定他做我们的牧者的时候，我们让他带领引导我们的生命的时候，让我们每一天依靠他的时候，依靠他的同在，依靠他的恩典恩宠的时候，我们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所以这一切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愿意跟随他，愿意听他的声音的时候，这些恩惠慈爱都会追随着我们。所以我们所需要一切就在我们有没有去跟随他，有没有听从他的话语，有没有依靠他，完全的依靠他，相信他的带领的时候，他的恩典慈爱都会追随着我们。我们是他给了我们，不是我们怎样要的，是他给了我们，都会追随着我们。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这一切美好的事情，他的恩典恩宠都随着你的时候，都加在你，你有他的平安的时候，你有他的供应的时候，你有他的帮助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永远的享受在他的怀中，永远的享受他的同在，在他的圣殿中就是他的同在。但是耶稣说，只有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与他们同在的。所以只要我们聚集在他的名下的，我们赞美敬拜他的时候，我们仰望他的时候，他都会在我们当中，他的同在也会在我们当中。这一切我们知道了，他的同在都会带来一切的祝福。我们需要他的同在，我们又寻求耶稣的时候，仰望注目他的时候，当我们每一天需要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向他索取的时候，他的同在他都会让我们得到一切的平安与喜乐。主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他可以为一个走失的羊、迷失的羊，他去寻找，他放下99只在草原上。我相信很少人会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会珍惜99只。但是耶稣把一切的注意力珍惜都放在那一只走失的羊，他又去寻找他。当他寻找到他的时候，他把他扛在肩上，领他回家。这个画面是多么好的画面，多么安慰的画面。他会关心我们，让他的爱让我们能够感到需要他。主耶稣基督说，一个罪人的悔改，天上天使都在喜乐，
他说比99只不愿悔改的义人。当然那时候的情景是耶稣基督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还没有流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义人的，只有他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不愿悔改的义人是什么人呢？自以为是，自以为是义的，是自以为义的。只有你认为你自己是义人，你才不需要他，他的救赎，他的赦免，他的救恩。所以今天线上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我相信耶稣都在寻找你，他愿意爱你，他愿意关怀你，他愿意帮助你。现在这一切的好处你能够不能够得到取决于你，所以你又愿意不愿意让耶稣来爱你，让耶稣来拯救你，让耶稣给你新生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跟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了一切，你的宝血已经洗净我的罪，我现在愿意被你爱，被你来拯救，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们。如果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你就是耶稣的儿子，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你有他的同在，你有他的帮助，你有他的恩宠，有他的供应，有他的保护，让你能够有这个平安的心。谢谢你做了这个祷告，让耶稣来爱你，继续的爱你，让你留在他的爱中。现在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也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好让今天你的同在能带来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能带来给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都进度顺利。你的恩典，你的眷顾，你的一切的帮助都会随着我们每一个人。愿耶和华眷顾你，帮助你，愿秀脸垂顾你，施恩给你，愿他赐给你恩惠和全然平安。阿们。